亲爱的孩子，你不要再顽皮，让我带你走过为数字挣扎的游戏。考试的问题你千万要牢记，武装你自己，挤进那狭窄的门里。在这兵荒马乱的世界里，追求满分是最大的乐趣。当你对现实感觉到怀疑，欢迎回到数字的游戏里。亲爱的孩子，你不要再叹息，不是我不教你是非黑白的道理，是八般武艺功课要排第一，用虔诚的心情来体会这战斗的真理。拍打手机的日子终究会过去，等跳考卷将成为回忆，未来的日子你千万要撑下去，我的希望就是你。爱打手机的日子终究会过去，等跳考卷将成为回忆，未来的日子你千万要撑下去，我的希望就是你，我的希望就是你，我的希望就是你。